大家好，我是宽，又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啦，已经是第八期的视频了，这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这边是这样啊，大家先看一下天赋啊，跟符文。这一盘之前题目看了，就是冰鸟啊，第一盘冰鸟，冰鸟的话很简单，其实跟我之前发条的天赋差不多，要看对手啊，因为对手如果是 AP 的话，那么就是回魔，黄色回魔。然后大符文是法强，然后蓝色是魔抗，啊，这没问题啊。这个其他不管啊，天赋的话跟之前一样，21.09啊，就是点21，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跟法术有关的，你基本上都能点满。就第一级的那个冷却，你可以少点一点。后面九的话，反正就是。闪现，然后三点的回魔，一点的回城，三点的冷却，再加一个 buff 啊，这没问题啊，因为之前已经说了很多遍了。那么发条，类似发条的那个天赋跟符文啊，必要就这样。这边非常猛啊，直接冲过来，知道你这边人刚到啊。那么冰鸟这个英雄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之前路啊，大家都说啊，我只会发条安妮这种啊，那不是我不想用别的，就是我的确是这两个英雄用的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英雄冲锋特别的猛，所以我才用的特别多啊。总结下来，因为很多英雄都是比较吃团队的啊。那这一期的话录了三个，发条我还是会放的，因为好的英雄，我觉得就应该多放一点，多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该怎么打？因为毕竟之前很多的朋友看了我视频，都是喜欢我的发条或者安妮啊。那么我每一期的视频，我知道其中会我会换英雄啊，我会征集大家的意见来换英雄。但是，我的强项我肯定不会把它放掉啊，我肯定会夹杂一盘，就是其中发条啊这种，其他的英雄其实有很多英雄，毕竟我也不是太擅长。这边盲僧被勾了，这可怜的盲僧掉了闪现被勾回来啊。那这几期都是比较劣势啊，这一期的几盘都是比较劣势的。是这样，这边对的是天使啊，别的我不先不说了，因为我毕竟中单的话，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玩的英雄不太多，因为当时只为了冲锋嘛，冲锋那几个英雄就够了。后来现在就要做解说的话，有很多，要符合大众口味。然后我也是每天都在跟以前不一样，每天都在练一些新的英雄、新的打法。然后希望以后做给大家啊，大家也希望给我点时间啊，我不可能瞬间就是说一个英雄就玩得特别特别 OK 啊。我也不想就是录个几十盘，就挑一盘好看的拿出来看，这样子不太真实啊。那我就自己打啊，打得非常熟练以后，我就做，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每片雪花都有它的意义。冰鸟这个英雄其实比较吃团队啊，前期不是太适合推荐大家冲锋，但是呢，这个英雄呢，明白。如果队伍很给力，那么你也很给力；但是如果队伍不是很给力，那么如果是你起来的快的话，还是可以 carry 一下的。那毕竟没有像发条这样子，这种爆发又高，那个距离又远，又人家会拿你很郁闷。那么冰鸟这个英雄比较局限啊，还是比较吃队友的配合的。那么这盘录的是打天使啊，天使这个英雄大家知道，前期非常猛，爆发非常高，Q 你一下就对着你一顿猛 A 啊。那这个天使就是这样，所以说冰鸟怎么打天使？冰鸟就是一般来说，我的理解下就是，他如果想 Q 你的，你就回头给他一个 Q。啊，刚刚我这一下是以为他 Q 我啊，那被他骗了一下。那这种等到分数越高，那个对手的演技就会越来越好。啊，假装丢你技能，就像我骗人家一样，骗人家技能一样，假装丢你技能，假装一个走位啊。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故意在躲我 Q 啊。那这一来一回，觉得就天使还打得可以啊。他 Q 完你以后，知道你要丢 Q 啊，然后故意丢你 Q。那么我现在比较虚，因为我没有 Q 的 CD。我上去被他 Q 到一下，平 A 几下我就没了。前期的几个兵没办法，该让就让了。好，看到他是有意识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战斗中你也要学会学习啊，知道这家伙是有意识的，他就等你 Q 上来以后就等你 Q 完以后给你丢个 Q，然后你得马上走位。他宁愿不 A 你，他也要先躲掉你的那个球，啊，这几个球我都丢的不是太好，而且补兵的话也是被压的
有一点，不过前期无所谓啊，大家不要觉得被压不兵就怎么样。那有些英雄的优劣势，前期优劣势没办法的，这是没办法。到六级，大家知道冰鸟六级以后就不怕你这一套了啊。那前期是没办法。好，这边他是没有躲，没有躲，直接要上来 A 我。那没有，只没他如果不第一时间躲掉我的 Q 的话，他一 Q 我，我肯定会回头给他一个 Q 啊。除非他用躲的，那他用躲的话，他就少 A 我好几下，会被我走出他的射程。如果他不躲呢，就会像刚刚那样被我看到他 Q 我 A 我的时候，我就回头给个 Q， 让他 Q 我一下啊，也把他晕住啊。那样的话可以看到这冰鸟被我虽然前面都没 Q 中啊，但是只要被我 Q 中一下接一个 E， 那么基本上就悲剧了。大家知道冰鸟这个英雄的 E 是需要他的冰冻效果来作为那个作为一个 debuff 啊，他的那个 E 的那个冰锥是需要。被你的其他技能那个冰冻到以后，才能造成双倍伤害。如果没有冰冻到，伤害是非常低的。那么这边刚刚被我打残以后，他就直接回去了啊。我只 Q 到他一下，给了他一个 QE， 那么他就基本上那个回家了。如果一下都 Q 不到的话，那他还在我这边跟我对搞呢。啊，这个冰母没不到。那这边我也得回去。我考虑的第一件出装就是小杯子。其实一般人家说眼泪跟杯子都有见冰鸟出过，我理解下来就是说眼泪的话比较还是比较拖一下节奏啊，前期回魔的话要保证回魔呢还是那个杯子效率更高一点，眼泪的话比较拖节奏啊。如果你觉得你非常顺，那你第一次回家你觉得你挺顺的，那么你就可以出眼泪，或者你非常逆风就准备打后期了，那你也可以出眼泪。那么一般来说我觉得杯子好一点，大家知道那个欧服最强的有个冰鸟打得特别好，服务跟的冰鸟，那么他也只几种装备都会出，他有时候两个装备都出啊，这种都是看局势的，有时候也许是看他的心情，我也说不清楚，因为都出的话就别的装备出的慢了。好，这边我六级了，我六级就可以用一个一压消耗，这边我是故意放的，因为其实刚刚盲僧不在的话我们是不能这样打的，这样打的话有可能就被他活活追死了，就是因为盲僧在我才敢上去这样跟他耗一次。好，这边我要二清掉点兵、清掉点兵，免得的话如果队友来赶卡的时候小兵太多了。哎，这盲僧没 Q 到啊，没 Q 到就算了。看看这一来回魔的损伤非常大，冰鸟这英雄非常吃魔法，如果被前期限制蓝的话那真的是很悲剧的啊，这天使就是想搞我。好，这边被我 Q 到了，但是我 Q 到我也不敢上，大家可以看到盲僧不在我周围啊。像刚刚你如果上的话，你虽然 Q 到了，但有可能就被他追啊追啊追，就把你追死了。这个天使的爆发你一定要知道非常的高。明白。我现在是不敢上，不敢上就是为了能回点血。大家可以知道我说一个技巧，就是冰鸟一般来说是先E在二，但是为什么我这边先二在一，因为我就是说给他造成一种压力啊，就让他不敢直接顶上来。这边的话大家看到他 A 我非常痛啊，我如果控制不好走位的话就有可能被他 A 死。哎，这边他也跟我抢杀，这个非常郁闷。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这样走的话，我是看了他的魔量，他刚刚那个魔法如果不直接开那个，他如果要丢我 Q 的话他就没有蓝给自己放无敌了。刚刚不是说他不想放，他放了 Q 以后发现蓝不够放无敌了，非常郁闷。他如果刚刚直接放无敌的话，那么也许能跟我拼掉把我的蛋打出来。好，这边要抢这个龙啊，这边把石头人气死，把这个龙拿掉，然后再把那个被动打掉啊。这个盲僧非常赚啊这一波，但是我估计走不掉了啊。果然他就这样死了，不过贡献卓越。虽然我们前期已经可以看到，我不知不觉说了几分钟啊，我们已经三杠七了，加上我的人头，我们已经死成马了。那大家看到这个是一 Q 先 E 在 Q 住他，在盯着他啊，不怕你。哎，我这个冰墙没放好，应该拦他后面，但是我比较虚，我怕他继续上来跟我拼命。那我当时技能都在 CD， 所以说，不应该讲，刚刚那个冰墙还是应该挡在后面。我挡在后面，他其实我可以往前走，走出我的圈也没什么问题。那这边的话，三杠七啊，那前期对手非常猛啊。看这边躲一个视野，看来这边是有眼啊。
那他拼命往上走啊，真吓死了，直接被小兵这样挤得飞起来。那我这边放了一个二以后，我把二关了，因为我要留点魔，马上要打蓝了。这边一颗啊，这边差不多了，他也差不多了，我把药磕了。这忙着非常的那个药，还要去抢人家的啊！这边被抓了啊！我给他去跳做个跳板，过来 W 我啊！就只能给他做个跳板，能帮的我还是会帮你的。不会放弃我的家园。好，这边的话全部打完。现在是拿蓝啊，这个蓝冰鸟第一个蓝很重要，一定要拿到。如果看到队，如果有敌人来偷你的蓝 buff， 你一定要组织队友过来守住你这个蓝。前期的冰鸟的第一个蓝非常重要，保证了冰鸟的 farm。好，这边的话，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展翅高飞。我这边下去支援一下啊！大家看到我刚下去，这天使就开始加速过来了。那说明我过来的时候，那个上波是有眼的哈，对面也很紧急的走了。那说明这边是肯定有眼的，那我这边就不来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石头人他们准备反打我，反打我，那你就想多了。我先，用冰墙挡住，用一个 Q 啊，杀掉。大家看到这个冰墙是怎么挡的？直接把左边可以逃的路全部挡掉，然后你的球就对着你那个唯一的那个出口。这个一定要那个想好，你冰墙一挡。你就对着那个逃跑的那个唯一的那个入口放 Q， 那个人肯定会中啊，除非他不往那边跑，不往那边跑的话，他为了躲我 Q， 他也得死啊。冰鸟就这么打的啊，简单的连招，先二一啊，或者一二都可以。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是一二，但是如果说对手在跑的话，那么这边我被减速了，想先躲他的 Q， 好，这边那个圣大我，你就往前追啊！哇靠，被圣这个嘲讽给抢了个人头啊！这个他就过来一个嘲讽，然后我的人头给抢。好，这边升级我考虑一下，我升了两级的 W， 冰鸟那个 W 一级的 W 真是不够看，非常短，两级 W 基本上就能分一个小路口。一般来说升到三级 W 就基本上能分很，基本上所有的地形都是能分住了，就连那个这个塔这边也只能留，基本上也没了。啊，这个。我晕，他有无敌的，好玩。好，石头人上了感卡，大家看小地图啊，小地图一定要看准。如果连说小地图你首先不看，队友连发信号你都没注意，那你就说明你的地图功力非常有问题。好，我这边继续弄啊，这盲僧还要过来，这盲僧不往下走，还要往我这儿走，那不完了吗？这边石头人大招还没交过呢。这边的话，这盲僧什么技能都交完了，基本上完了，我给了 freezes。哦，这边还骗了打野一个闪现，哇，还有石头人一个大，哇，这盲僧真是也算是有贡献了，把打野的闪现骗掉了，再把石头人大招也给弄掉了。好，这边我回去的话准备时光，那我还是比较发育还算不错啊，至少这个时候照理来说时光也差不多要出了，但是现在只有出到这个两个小件，再攒740块。就能合成时光。那这边是5-9啊，稍微打回来点。哎，冰鸟这个英雄的话，怎么说呢？像碰到这种天使真的是很烦啊，有无敌，哎，这边没有分住他。这个冰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冰墙一定要分好。这个冰墙的话，你看上去好像把它挡在那了，但是你要想到一个提前量。就是他，你放出的瞬间，他又往后走一点，你就把他卡到外面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多放一点啊！我这边是被抓死了，这个想的太少。因为下路没有视野，这家伙，这个gank起来，这个英雄gank起来还比较猛的，直接过来走过来就一个跳，跑都来不及。那这边我是直接被他接着gank死，哎，这个曙光的大招放歪了，这个估计悲剧了。哎，这个，哇，这个还把他踢过来，完了。哇，这个韦恩还在跑啊，韦恩真能跑。哎呦，这盲僧黑啊一下，直接被天使给那个扇死了。
哇，我们这边下路对面的 EZ 已经，明白。对面的 EZ 已经 godlike 了，7个人头了，这太牛逼了！我现在只能说了，下路等级已经被压制了，猥琐一点，毕竟还好，毕竟是个后期英雄啊，这个还是可以打的。哎，这边都残废了，看有没有机会。这我估计没有啊，这边肯定有视野的。这边是追不上的，切了一下装备啊，两级两速鞋，两速的那个加速鞋，每片那基本雪上追不花到了。都有它的意义。就追的时候一定要切下装备啊，看看能不能追得上别人啊。对面两速鞋，我一速鞋，基本上没得玩。那这边的话，他在打红啊，我去看一下。这边没办法，这反应比较警觉啊。那么就守一下这个红，让盲僧过来，也算一点小小的贡献。这6-13啊，我们落后了对面一倍的人头。好，这边的话打一下，我这边为什么这个 Q 触发到了没有晕住他？这盲僧踢到了，那这基本就是。虽然没有晕到他，但是还好触发了双动，给了个 E 啊，伤害还是可观。超越一生，还是一倍的人头啊，那个7-14。我这边去拿一下蓝，这个我靠我自己拿了。这盲僧又跑到对面的蓝去了，很喜欢偷 buff。翻译一下啊，他还跟我硬刚，我先 Q。这边对面也虚了。这边上路石头人已经绕过来了啊。其实看到打完以后发现上路石头人 miss 了，那上路你看石头人绕过来了，然后我让别人以为，对面直接那个打野去打蓝了，我让石头人以为我是往我家这边跑的，那我估计他不会到这个位置来，往往最危险的位置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如果我继续往回跑，有可能被石头人截了，上路那石头人已经过来了。当时那这一波其实是我刚刚一个失误，大家倒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个 Q。按早了，没有把那个天使的无敌的时候把他晕住啊，没有控制住他。这个失误比较多啊，这个因为现在录视频蛮奇葩的，我毕竟我一般都晚上录啊，这样9点到10点，8点到10点这段时间特别的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敌特别不给力。这边的话，这十多人可以消耗一下，要杀他估计有点难啊，但他叫闪现啊。那我 Q 一下，展翅高飞吧。这边是追不上了，这地面太硬了。这边直接走了。我这个蓝是迟迟打不了啊，还没打，每次都是这样，还没打就这样。我中路直接破了，我们三路一塔全破了。这边我估计是对面不准备冲了，因为看到我们一塔刚破，他们也是满足了，直接走了。我这边能拿个蓝。这别急啊，一定不能急啊！像冰鸟这种英雄，你说一定要拼个前期你死我活，没必要啊。后期他很厉害，他很猛啊，优异特别高，所以说心态千万不要急。虽然落后了非常多的人头，但是并不代表这盘就输了。那我有时候也现在也比较急。这边无缘是被勾了，他回头要 A， 直接挂了。这边的话，这个用大招阻止他们前进啊，这边可以追一下，这个大招就丢在这了。这几个冰路了，这个大招不关了，他们冲过来了，那我大招继续输出。这边是离开距离了，这边圣给我了一个很及时的大招啊，让我安全跑到塔下。这边的大招就放在这了，所以给个 E 啊，他死了。这边的话我是变蛋了啊，被他们无情输出啊，那就没办法，对手无限。这个天使死了啊，这天使是被防御塔打死的，郁闷。我们对面的 EZ 已经13-0吧，13-0顺的飞起。那我这没办法，我们二塔估计也要悲剧了，这维恩前期真的是惨。那大家都发育的不太好，这盘我们是都发育的不好，还是一倍的人头啊，10-19。
那这个没事啊，大家千万不要急啊，相信冰鸟是个后期英雄，花点时间，而且又有维恩这种，我这边要跪了吗？哦，还行，哎，这个躲得好，啊，还好，还好，还好，啊，这个对手浪了，对手想多了，哎呦，这个盲僧用自己的生命换给了维恩双 buff。还换给了维恩双杀，盲僧真是了不起。我们链接到一起的。那么我们这边可以推一下，对面毕竟死了两个，把这个塔可以拿一下。我这个你想多了吧，冰墙封一下，别减速，我来挡塔好了。这个冰墙有冰墙啊，就好说话，只给你留一个小口子让你跑。这个塔还没推掉。尴尬，这塔差自由下，有人传送，我用 Q 先挡，算好提前量，直接用 Q 把他挡住，但是还是死了，这边他给了我大招，我这边用冰墙把天使隔一下，然后直接闪现走，这里看看能不能守一下这个高地，二塔，估计不行了，那回家补血，这没办法，这个维恩又死了，真是可怜。我这边加油卫士啊，也不先出装备了，得赶快复活出去。每片雪花都有它的意义。对面消失了，对面会不会去打我们男爵？这也不是我们的，这是大家的男爵。我梦到了纪元的过去。好，这边的话，其实大家看啊，补兵非常的惨啊，因为毕竟这个劣势太大了，对手不停的抱团，你没办法不打钱啊。这照理来说20分钟21分钟你起码有200左右个刀啊，就是一般大家一般补刀怎么看自己的基本功，补刀好不好就是看你多少分钟的时候你那个分钟乘以10的补刀有没有，就比如说你10分钟应该有100个补刀，对吧，20分钟就应该有200个补刀啊，都乘以10，你的分钟数乘以10就是你的合格的补刀数，那这是基本是正常的 farm 情况，如果说你加上这种这么快节奏的抱团或者是赶可这种，那么你就可以对补刀上面稍微放低点要求，如果你正常情况下你应该补得到这些刀。好，这边石头你想机刃枪跑，我直接一个冰墙封住你直接拿下。这种在狭窄地形冰鸟作战能力很强，特别是抓落单的人，已经没有闪现你就死了。这边的话对面毕竟没有机器人可以考虑打一下。好，这个当心石头人大招躲开他的技能，把这个大招一定要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大家看到这个冰鸟大招就在这里无限的放这边烫一直在烫人大家看到我这个大招基本上没有断过除非到后面没有魔了，这人家基本上站在我的技能里就这样打，这边给个大招减速还是不行，对面有E。这一波是打回来很多死了四个人，不过我们也死了两个。这个想 Q 到他比较难这个维恩要被带走这个维恩警力是真的很差这我们的圣已经看不下去了，直接喷人了。那的确这个维恩在这个冰刚结束的瞬间一定要注意自己，有可能被E过来一套就死了。这一直一个回把枪假装是打我，其实是就是盯着你他自己没有注意呢他就走远了。一定要了解对手的意图刚刚那个明显就是想上来抢杀的节奏那这边的话还好我没有死刚刚那波团还是赚到一点人头装备的话大圣杯也出了时光大圣杯回魔应该差不多了，可以了，基本上回魔不会太差。你看到我每秒能回，我在没有那个不对，这是有饭盒的，看一下没有饭盒，每秒回十点，那么还可以。这边又被抓了，这边我们辅助去插眼被人抓死了，真可怜。那这边的话，他们打男爵了，打男爵这个想多了你毕竟抓了一个辅助，虽然你只抓死我们，你只抓死的是我们一个辅助那我们这边作战能力还是有的。对面不打了。这个维恩又被干了，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盘非常惨这个维恩是被各种勾。明白了。好，这边对面准备拿男爵，拿男爵这个可以抢一下的。
先等他眼拆掉啊，眼拆掉的时候我就要走过去。好，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使在拖啊，有个天使在拖我。哎，这边的话，没 Q 到，哎，这个是我自己的 Q 歪了，手抖了。那这边我也不敢上啊，上去就被 Q 死了。我先运出 EZ， 先给 EZ 一点压力，一压就是这个 EZ 也看着我这边，这 Q 都丢给我们了。哎，这边的话天使在打我啊，后面不管了，大龙让对手去抢。哎，我们的盲僧把大龙抢了，我们盲僧好猛。哎，这边他还跟我对刚，哎，这个辅助把我卖了，这辅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就在我旁边，天使就是在跟我对刚，他就想着他那个大招要开到后面那些人的，他的大招想放到后面那些人啊，一次也能控住好几个人。我这个直接不能忍了，我只能跟他说一句，你这个直接把我卖了。刚那个辅助直接跟我一起针对天使的话，你天使早死了。他只想着大招要给后面的团队啊。只想那个团，想团，太想团灭的对方了，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超越一生的思考。那也算了，大龙还好被抢了。这个真是大龙带领翻盘啊！这个如果是对面拿的话，我们这一盘就更难了。那至少我们拿的话，这个有机会啊。那时刻一定要把握希望啊！当然那个 EZ 也是那个 EZ 被我们吸引太多注意力了，他插了眼以后看到我在那边。他一直把 Q 丢给我，没有丢给那个大龙，被人家抓到了机会啊！其实你这个一波一次合击，有可能盲僧不一定打得掉，抢得到。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对面没有惩戒啊？我也没搞懂。不是最后一个。这边的收一波兵，我这波兵非常多。对面恼羞成怒，准备过来推我们高地啊！他们气绝对是气死了，被偷个小龙，被偷个大龙。好，这边看到下路有人出来过了，EZ 再回来了，EZ 跟石头人都开始已经回来了。好，这边想让我先分一个位置，大家看到这个冰墙还是把右边留了一个很小的口子让他跑，就是给他这个小口子跑，他不跑。不跑呢？哎，我直接被人家那个对面那个塔野拼死老命跟我把我 A 死了。那这个给我们的空间就非常大，这个维恩直接没有人管了，技能全教我了，这维恩没人管。这维恩一定要杀死这机器人。机器人是死了，我这维恩也得死。这维恩，我的天哪！这文又被神喷了，我只能跟他说一句，你这个不打 AD， 这虽然 AD 的状态比刚刚那个机器人好，但是 你肯定是转头打 AD 的，你打个辅助有什么前途呢？这个文言也比较呆板啊，就见人疯狗模式全开，见人就咬。这阵风会带来什么改变呢？好，这边的话还是没问题啊。这边毕竟有大龙 buff， 好，这边的话已经优势已经慢慢打回来了，几支团都是以少换多啊。我们这边是死了两个啊，死了三个，留下两个，对面是团灭，那这样慢慢就把人头一点点的搬回来。那这边刚刚那场团的话是那个天使直接想打，直接指挥队友打，那我直接给你个 ER， 然后那个 R 我就开在那个位置了，那个位置其实放的蛮挺好的，就放在。所有人都要经过的地方，那么他们过来打的话肯定要站在我的圈里。凤凰这个大招是能减攻速的，大家知道，所以说这个大招的位置放的好坏就决定这场团战你是不是能那个最大的能帮助到队友啊。像这种那个几个人站在里面的话是要减20%的攻速啊，移速当然肯定是要减的，那主要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减攻速啊，这个其实放的位置好的话是很影响对面的输出的。这边的话先补几个兵，我们链接到这一盘我的蓝要刷了，这次主要是这个蓝还是保得不错。哎，这边有个打野想来偷啊，那我把他引到草丛里来，你来偷偷看。好，这边的话是用被大招拿掉了，都被我放进，那我这边支援一下。对面人全到，我们这边剩还没来，我这边开大了那直接上了。这个辅助大招放得非常好，这辅助大招直接晕到两个人，直接把天使给秒了。
这边继续追一下，开墙，先把血上面。我这个 Q 是对着你这个 AD 放的，哎，这边也没放到，我闪现再一个 E， 先把 AD 带走。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波团啊，一定要想得多，五个人的位置你都清楚，那个 ED 就在那个上面。其实刚刚那个位置，我是等 Q 的 CD 一好，我就对着 AD 丢的。AD 觉得我好像是当时是机器人跟石头人在我附近嘛，他以为我的目标只有机器人跟石头人，但是我其实看的比较远，我看的就是你这个 ADC 再来输出，然后我等个 Q 的 CD， 把那个 Q 就往你那个 ED 这边丢，这个 ED 没反应过来啊。他还想 A 两下，看到我这个球就这样顺着过来了，然后晕住以后，我跟上去一个 E 把他带走。那这样的话，直接就能破一个。这一队直接大半血被我直接秒了。好，这边的话我18级了。人头还是没有超，人头就是一点点再拉回来啊，一小换多，一小换多就这样拉回来。啊，这边没有那个蓝。我这比较稳啊，我闪现什么都没有，然后这边看到对手都活了，我宁愿走回去啊，也不要在这种危险的区域回城，然后我宁愿就一直走。这边收过 F4， 然后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回城。回城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那个往回看啊，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还有这边没眼，如果这边有眼的话，这个天使过来直接把我秒了，我都不知道。所以说有些人就回城以后就已经在家里看装备，我这个说了很多遍了，不要在回城的时候。就往家里切装备，除非你只剩最后零点五秒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这种也是个习惯啊。等到你这个被吃亏吃多了，我之前也吃过很多亏啊。就比如说，准备回家，对面有潘森的，我回家觉得很安全，结果潘森跳了个大过来，直接把我秒了。这种事情很多啊。那么我们这边就吸取教训啊。这打这种比赛，打这种游戏就是不断的吸取教训，你怎么死的啊？记住，那慢慢的你就知道以后是这种错误不要再犯。就比的是一个失误啊，你失误越多，你这盘就节奏越乱。哎，这个机器人没地方跑了，进了个憋啊，进了个梦里面啊，直接被捉了，在梦中捉边。这边看一下局势啊，天使在右边 ，AD 在左边。那这边的话先打前排找机会啊，这边全跑了，这边的话是可以拿男爵，对面死了一个，对面机器人死了。这一波如果直接拿男爵的话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容易被人家反抢。那这边的话就是假装，对面一看就是没有视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视野，因为他往草丛丢了好几个技能，对面说明这边是没有视野，没有视野我就假装在这边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打大龙，我们只是在蹲他们啊。对面忍不住了，一定要来看一下，那我就趁机消耗啊，这边也差不多打完了。好，这边 Q 到天使啊，我这边在被那个这个恶魔叫什么来着，没冲起来之前我 Q 到了天使。好，这边的话这个 EZ 想硬刚，哎，啊，这 E 都没给直接死啊，这 EZ 想多了。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波队友去打大龙的时候，因为有无恩这种打大龙特别的快，我就不急着过去，我就假装在这里晃啊，不假装丢，哎，这边给个 Q 啊，再见啊，啊，这一被无恩抢掉了啊，这无恩前期真是悲剧成马，后期开始无视他，对手开始针对我的时候，无恩就这样慢慢的起来了，前期都是各种针对他啊，机人就盯着他勾，或者敌人老是被我们抓死啊，然后对面敌人又不盯着他无人打啊，老是盯着我打。这边晕住啊，阿姨先用阿姨减速再加伤害，然后再接一个 Q， 用 Q 晕倒以后还能再等一个 E。这个冰鸟一般连招就这样 E 压，一般来说冰鸟是用 E 压，但为什么要用 E 压呢？因为它 E 的距离比那个大招的距离近啊。所以说你按住他以后虽然有减速小宝，但是如果人家跑得快的话，你有可能按住以后你未必跟得上 E， 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是你 E 到人再开二的话，基本上他是100%会中你的双倍输出。那一般如果打团的连招的话就是 ER 或者 RE， 然后接个 Q 到人以后再等一个 E。 这个冰墙还有就用怎么用冰墙，冰墙这个冰墙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是怎么用的，就是分一路把一块地方全部封住，然后留一块小的路出口给人家跑，给人家跑的时候你那个 Q 就无脑往那个出口里面丢啊，基本上都是中的。我
将为弗莱尔。这对手没办法，不往这跑，他还能往哪跑？这边的话是打完了，基本上这一波赢了。人头终于反超了。大家看到这总共是，这边要跟我强杀，这边强不急，大家别急，先 Q 住机器人再 E， 先把机器人秒了。好，用二减速他，用强把他隔开了，把我跟他隔开了，他毕竟是个近战。这边一个 Q， 这边 Q 没 Q 到。好，上去接点数，他要回头要打，那我再往回跑。我这边变蛋了，就是这一步。那他们这样玩的话，基本上结束了。28，有28个人头跟我有关。这悲剧啊！这个圣推塔推到一半，直接给曙光一个大招，曙光直接进去送塔，结果塔没推掉，他先死了。1-8的曙光。这边第二排，直接是发条。这次我的标题也是，反正就是乱写的。冰鸟发条皎月，那就发条儿、月儿、鸟儿，各种儿。欢迎来到英雄联盟。那这一盘发条，我说过了这个总归我每一期都会放一期大家喜欢的那个英雄照顾之前的那些视频的观众因为之前的观众都因为喜欢看我的发条或者安妮才加到我群或者是跟我聊就是说很喜欢看我玩这个，那我肯定是基本上我反正录的都是这种中篇，都打起码2-3局，那么所以说有一局肯定是会放一步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其实我很不理解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想多看点别的英雄看这个看那个，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说像我这样，我其实我会的英雄也真的不多，我老实说。在我做解说之前我就是专攻发条跟安妮，前期排位中低分段我就用安妮打各种前期就杀人杀的飞起，然后 carry 全场，然后 后面中后期就开始用发条打然后发条这个英雄全面非常全面大家看到现在职业比赛中单也很多人在用发条，那说明这个英雄的确是很强，然后就这两个英雄就基本上打的就基本上基本上就是打的没什么问题了，就打到战一非常轻松，其实也不是很难。那么我觉得你只要会两个英雄就基本上就是打排位是没什么问题那我这个视频本来就是告诉大家用怎么最快的办法来打你的排位那么所以说有些人说怎么老做发条，我就很不能理解。那你如果要看各种英雄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解说你都能看。那不过我也是适应一下大众那你们喜欢看的话我肯定会去做那做的话我首先自己要非常的熟悉这个英雄，那有些我毕竟英雄会的不太多所以大家希望给我希望大家给一点时间那我会努力的。好，这边不说废话了，那这边的话是打狐狸狐狸这个英雄大家知道现在 rank 不管是排位还是那个打比赛职业联赛什么的，大家看到最常出现的就是发条狐狸这两个英雄是特别的容易出现各有各的特色机动性非常高。好，这边用 QW 消耗，我知道他要补那个近战兵所以我走上去 QW 再 Q 他一下再 A 他一下，这轮消耗我是赚了他为了补个近战兵被我 A 了好几下这上路的话被反盾了，被我们打一反盾直接是那个蹲死一个，那打野拿了一血的话会顺一点这 QW 就克等你的 E， 你有没有 E 看来他没给我就 E 但是不一定表示他没有 E 他毕竟三级三个技能都剩一点的可能性很高，打狐狸一定要注意那个三级以后有可能他一级就有个 E 要猜测对手有些什么技能这边给你一个我躲你的 Q 躲掉一下就这个 QW 你这个他这样被我 QW 还不果断交闪现，那次你基本上死了。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只是试探性的，我就走上去，反正我再走上去先等到我的 Q 回到我身边，求到我身边的时候我 Q 他一下再 W 一下，如果放到了他如果不果断交闪现我就过去闪现 A 一下就行了，当我 QW 的瞬间我闪现过去点燃到他再 A 他一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跑掉了，
他在我 Q W 到他还有这点血，然后我又处在一个能点燃到他的时候的时候，他应该直接就果断要交闪现了，因为平 A 是可以带过去的。就比如说我闪现过来，我肯定是 A 你的时候给你交个上个闪现点燃，这个时候都是很快的。那你如果说等到我闪现过来以后你再闪现，那基本上来不及了，因为闪现过来以后直接那个 Q 就跟上了，那一下平 A 就跟上了，你再闪现的话是那个平 A 就带着走了，就最多就是让我的飞镖再多飞一会儿，你还是要死，所以这种时候的闪现一定要果断交啊。好，这边的话是拿到狐狸一个人头的话，前期奠定了一点优势。这边的话会等级比稍微快，比对手快要快点。果然我这边已经到了五级。哎，我这边躲你个 Q， 再躲你个 E， 哇，这个技能全被我躲光了。那这边赵信又过来了，直接死了。这狐狸真的是太要了，这技能全被我躲光了。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人问我说，哎，发条老是团战打不好，或者是老是被人家技能狂丢啊，那你这个技能一定要脑子里清楚啊。像刚那种情况，那个发条这样子走位就是告诉你他要跟你拼一搏，他要给你丢技能，这个时候你不是考虑你该怎么跑，你要考虑对手的那个技能会怎么丢，然后他那个 Q 丢完以后你要继续走位，因为他那个 E 还没丢，所以说你当躲掉一个 Q 的时候不要得意啊，后面还跟着一个 E， 如果全躲掉就像刚刚那样，那个发条会很郁闷，那个狐狸会很郁闷，两个技能都没扔掉。大家可以看到刚刚下路我第一是有眼啊，但是可以注意到应该 NOC 还没到六啊，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到六，我都刚刚到六啊， NOC 来赶卡啊，因为刚刚那个 F4 那里飘出来一段黑影啊，大家可以知道那黑影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NOC 在那边打 F4 啊，就要有点警觉，如果到了六级就很容易。哎，这边这个看到这个 E， 知道他有可能要丢这个 NOC。这边的话，直接靠圣的一个大招啊，再 A 一下，好死了。这我不停的在那里 A 人啊，之前是知道了啊，那个信号也发了，那么。就是说圣刚回家的时候就意思是要开我打，他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啊，那我也是理解他的意图。那这边的话他们直接打我的话，我只是慢一下，小小的慢一下，然后等圣开大招就直接开大跟他家拼了。然后这边出鞋子跟那个多来剑问题不大，我可以出。刚刚那个是看到圣一直在家里蹲着啊，就是要给我大招，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多打字了，这看得出来啊，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意图啊。好，这边非常顺啊，这一场我们非常顺啊。不过对手有个后期英雄，有个炼金，这个炼金能发起来非常恶心。这边的话 ，NOC 到了六级以后也会非常恶心。NOC 其实蛮克发条的，因为他发很容易那个追杀发条，发条逃起来非常吃力啊。他一个大招飞过来以后开个盾，你开了 W， 他能直接抵消掉了。抵消掉的话还不会被他减速，还会被恐惧，非常恶心。这边开大了，应该不是开我的，我这边都还没开始打。好，这边下路直接被干死了。那我不管啊，这个不要去多看别的地方，打好自己这一路再说。好，这边的话炼金啊，上路看看有没有机会。啊，这边炼金估计已经死了。这狐狸。时间滴答滴答就消失了。好，这边的话我是奠定了前期的优势啊，等级上有压制，我一个大招，一个点燃 A 一下，啊，他的大招没办法。这点燃其实也不需要交啊，其实当时是这样，最完美的想法就是知道他有闪现，知道我这个点燃肯定是杀不掉他，我如果不等那个 Q 的 CD 等不到 Q 到他的话，基本上是他直接交了大招就能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点燃也不用交啊。其实当时想少了，这个我以后也要注意一下，就杀不掉的能点燃就不用交了，这个当时只是希望对手反应慢那么一点点，有可能就那个 Q 的 CD 就转好了，直接再 Q 一下他就死了，但那个想多了啊。
啊，这边我技能丢完了，你开歌。那我再多应你一下，再应你一下。啊，这 NOC 上来满血上来，为了收几个兵，直接半血回家。为什么他们让你死了？那我知道 NOC 现在是没有大招的，因为刚刚下路开过了。一定要会算对手的技能 CD 啊！啊，这边 EQ 啊，不 QW 再 Q。好，这边的话现在是有等级优势啊，差了他多了他两级，那这个时候就能靠消耗能占他很多的便宜。那发起来是优势局，为什么要这样？就这么打？其实也你说优势吧，到后期说不清啊。这狐狸秒人非常厉害。而且 NOC 走 NOC 到了六是很恐怖的，这边的话他开始乱丢技能了，知道我要躲，他开始乱丢了，他是在战场上学习的，不过他就学的不太好。这边有大招，但是不敢过去，看看时间十分多，他往上跑我就没有搞懂，应该是没有蓝的，就是应该没有蓝。时间滴答滴答就消失了。这边下路的话锤石赚了，啊还是死了，这没用啊。出击。好，这边的话是上去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应该没什么机会啊。我听到了甜言蜜语。这边应该是有眼啊，这瞬间这炼金的反常啊，非常反常。我们走。啊，这边是直接准备死在那了。哎，这边被我 Q 到了，这个炼金有点凶。但是这一波其实我也不赚啊，因为我的中塔被狐狸消耗得很厉害，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是这个狐狸啊半血没了，这狐狸看到我去赶可肯定是疯狂推线，那每个中单都是这么打，如果看到赶可你不一定要跟着他跑去赶可，那你第一比别人晚一步，第二也未必有很好的成效，那么就一般都是那个疯狂推线空中路的塔。谋杀是个有趣的游戏。这一盘的话，这个前期压制是没什么问题。这个眼大家看到我的眼一直插在这种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我是对自己的小地图功力有点信心的。插这个位置虽然说看到的地方不多，但是如果说河道跟那个上路只要有人经过，如果反应快的话，第一时间都能看到，这个眼就等于当两个眼插了。啊，所以一般我推荐是插在这种点位，插在河道跟这个上坡的中间啊，这个外沙滩这边滩上，那么这边的话能看到上下路两边所有的视野，虽然说只有那么一小块像个疤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管他怎么绕你看得见啊，这个甚至要被单杀死了啊，还交闪现，你交闪现你自己骗自己啊，直接死了，这种就是悲剧的存在啊，明知道跑不掉了还要交个闪现了。好，这边拿到蓝我十一级。哎，这个狐狸你看没事的就是想搞我，那他一还没丢啊，我先给大招啊，大家看到这一盘我就不叫点燃了，那知道你要开大招啊，这个大招就是跟你换的，相对来说我肯定占优势。哇，这个好，这边的话没什么问题啊，NOC又来收线，狐狸回家，狐狸不回家，对我有点想法，对面炼金不见了，大家看到上路的炼金不见了。谋杀，这个要多当心啊，特别是当上路，我们的上路被打崩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上路的 miss， 有可能上路没事干就跑了中路赶可以播，这种大家应该也碰到蛮多的。还碰到一些更奇葩的，就是对面有机器人什么的，没事的就往中路跑，下路觉得压兵线压过去就开始往中路跑，然后就来占你的便宜，那样的话那种也非常多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仅你的对手是打野跟中单啊，到了中期开始有可能上单跟下单啊下路都跑过来了，这边有 QW 继续消耗你，继续搞你啊， NOC 准备开我大，所以这边的话这种演戏一定要演得好，不要看到有人过来赶赶你，有人过来赶赶你的话，你就第一时间表现得非常的害怕，
所以你看，我照样消耗你，照样 Q 到免赔率啊。这个技能是非常的郁闷。哎，点灯笼。哎，我点不到啊，这个被 OC 给挡了。这刚刚那个非常的郁闷啊。我这个大招明明是最远距离大的，结果这个被地形卡了，这个狐狸直接原地被我大了一下。没有，我本来设想的是把它大回来，把它大回来的话，我可以多 A 它两下，然后再 Q 它一下。结果它是原地被我大在原地啊，没有拉回来。那样的话我就很郁闷，很被动。我想上去秒它，但是 NOC 知道 NOC 在旁边要开我大，这个其实是自己没耐住，没沉住气。啊，算了，问题也不大啊。这对，毕竟那个 NOC 把技能什么都开了。这个上路这个肾非常悲剧啊，这个人头被慢慢打回来了。这个我们的一塔全部破光啊，其实是对我们的形势非常的不乐观啊。我这个灯笼点了干嘛？非常的严峻啊，三路一塔全破，这个视野是非常，三一塔破的话是对视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大家看到这边地图都没有眼。这个对面的会很清楚我们的位置，但我们不清楚对面的位置，因为是兵线都过了半场，过了半场以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位置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但总体而言，人头上是有优势，但是在塔的经济上来分析的话，对面的装备不会差到哪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千万不要冲动。这个时候技能全丢，不是技能全丢，那个外塔全破，那么对面应该要考虑开始抱团了，不可能在这里打打那里打打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到一个人千万不要急啊，有可能后面跟了一批人，你还是要注意现场啊。大家看到像炼金在上路啊，南向在下路中，那么是可以上去搞一搞。时间滴答滴答就消失了。好，这边的话我不停的控中路的线啊，这个赵信是一直在这蹲着啊。这个赵信要指挥我杀，那其实没想法，这下路刚刚他们蓝 buff 打完啊，我这个只是卖一下。我听到了甜言蜜语。好，我们这边的话这炼金又开大了，开始跟两个人玩了。好，他这边是不准备像刚刚那样送塔了，是准备跑谋杀。是个有趣的游戏。这边不敢打了，狐狸过来了。大家看到这边是狐狸过来了，继续收钱啊。FARM 是必须打的。哎，这个你还敢过去，我直接狂发车的信号啊，朋友你快走，要死了。哎呦妈呀，先杀炼金嘛，这个跑不掉了，这个被他跑掉了，这个比较悲剧啊。我们下路二塔也破了，这就拿这一波3v3的时候，我们下路那个二塔破了，啊3v2。哎，这边这个诺诺想多了，诺诺想强杀别人，被反杀了。看一下能不能追得到。为什么？他们让你死了，这波被拦的，就这样。第一要吓吓人。哎，这边被追到了，这边给了加速，用了破败吸了我加速。哎，这边后面有传送，大家可以看到啊，反应要快。这边看到传送马上跑，再进行白传了。好，这边对面想打这个小龙。那你人没有到齐啊。哎，这边炼金过来了啊，反应一定要快啊，可千万不要被人家一个打个时间差把你给控制住。这边给赵信继续套盾啊，这个发条这个盾打团非常猛啊。这边在藏在雪地里放了个大，那 NOC 的大招还没开，看是不是往我这开啊。他往我这看，那我果断闪现躲在他第一个嘲讽，第二个嘲讽我先给赵信套开大招啊，这边没有杀掉，再给一个 Q 啊，没杀掉了。但后面我不敢过去了，我给 ADC 套个加速，
然后后面我看收兵，那我再去也没有用啊。好，这个圣估计死了，帮鬼了，一颗小小子弹。好，打了个二环二。我们走。跑什么呢？好，这边是给他套个加速，打野快过来把这个龙锁了。好，对面好像感觉到什么了，已经过来了，但刚刚我们已经，这边不能打了，快闪，这个龙送给你们了。我就给个大招拖一下啊，不过没用，肾开大了。那我直接加速往回走，对，你们看还有没有机会啊，没机会，直接破一路啊，上路该回的回了，不然上路又要被带掉了。这个时候找机会杀掉一个人就开始打团推塔，我们这个一个一塔都没破啊，非常的伤，经济非常差，这边开始要顶塔的拆了。好，拆掉。来，这个真的在想什么？好，直接一个大招，再一个 Q。我给文人套盾，这个文人躲掉他的 E 啊，非常给力。挂了。我们尽可能的是给队友多一点支援。刚刚那个文人一个很潇洒的走位啊。躲掉了对面狐狸的 E 啊，把对面杀了。这弄得自己反应慢了啊，这边我不怕你啊，哇，他看到我直接开了个大招。时间滴答，这想多了啊。如果说我看到第一时间看到你出现，我如果知道我自己回城回不了的话，我肯定会走啊，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近战啊，你走到我旁边要点距，这点时间我足够我回城了。好，这边的话终于破了一个一塔，破了一塔以后，后面如果你再去破边路的塔，下路的塔肯定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往下路跑了，因为往下路去抱团推塔，有可能你的大龙就没了，这个时候你最多也只能去推上路的塔，让上路的人去带线，让一个酱油去带线，比如让肾去带线，带线带的差不多了，我们中路转到上路去把那个一塔拿了。如果对手直接趁我们拿一塔的时候过来拿我们的二塔，那这个时候就要果断回家，留一个肾留在那就行了，然后我们就要拖住中路的节奏，让剩一个人拿塔都够，这个思路要清晰啊。我听到了，这边继续控制中路，控中路的兵线要控好，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兵对面的兵线跑到我这边来，跑到我们后半地图，前面的地图视野就全空了，这样不停的清兵的话，我这边先回去想把帽子出来，突然发现钱不够啊，非常尴尬，算错了，应该840啊。好，这边呢非常非常，OK 啊，这直接就是用灯笼拉走了。出击。好，这边现在是没有太大问题，这个狐狸直接被追了，这赵信，哇操，这输出非常高，直接跪了。但是可以看到啊，这波的话是对面交出了两个，起码有两个大招，南下的大招跟那个大招都交了。好，这边用技能留人，但是直接被E走。好，这边翁先要上，翁先要上，我不怕你，这个灯笼我也不用点了。这边要躲这个E啊，直接把灯笼点。来，这个辅助在干什么？辅助直接往后面 Q 了一下，这辅助也急了，直接走了。这一波的话可以趁对手那个大招全没有的时候推一波中路啊，这个时候就要靠你的指挥能力了，像这种一定要分清楚你的局势啊，像这种情况就是找，虽然说我们死了一个人，但是对面毕竟技能全开， NOC 的大招都开了，然后状态又不是很满，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压对手的二塔，逼对手再加一手，让别的人占便宜，像这个委员就偷掉一个，逼把对手逼在我的塔，逼在他们的塔前。好，这边对手活了我们就走啊，妥妥的。那这边我去拿个蓝，这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带节奏啊，你一个人如果说连你都不会带节奏的话，那队友就更不会了。
不过这种东西你说白了就是说也是打了很多盘，你发现就比如说中路打成这种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人死了，但对手大招全交，然后那个状态不满，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那也碰到过很多次，有可能我以前我是直接就是各路收钱，然后发现就等人家活了，就等于你什么便宜都没占到，那这下以后就知道啊，等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压对手的二塔，然后给其他人机会啊，能偷在野区晃晃偷偷人或者怎么样，反正你只要压住人家二塔，总会有人，起码有两到三个人在塔下防守。基本上这样效果是最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中路的线一定要控好，千万不要让小兵老是往我们这个半个地图利用。那在这种地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推过去以后，就能看到很多，至少有一个人一定要来过来清这个兵，那么至少能牵制住一个人。他们跑什么呢？我们这边的话，对面有点忍不住开始抱团了。那抱团非常非常好啊，那个发条就喜欢对面抱团，发条这个英雄技能太远了，消耗起来太猛。好，这边啊，赵信从旁边绕，啊，对面炼金也从旁边绕，大家看到炼金来抓我了，啊，我这边晃了一下，啊，没关系，啊，继续 Q， 对手没有跟上，啊，这边他冲了我的 ADC， 我们这边当心直接交闪现啊，大招啊，留住一个，把 NC 秒掉，留住两个人。好，这边再套给赵信那个盾，然后再冲一下，我再跟一个 W 啊，拿下 S。好，这边我虽然没把那个炼金杀掉啊，对，毕竟炼金还开着大招的，有加速的，我就不追了。就是说把兵清掉，尽快去破对手的一塔，甚至高地。然后为那个刚刚那个情况，大家注意啊，那个炼金从后面绕，你第一时间要反应的过来啊，在那个晃着他，然后。用 W 给自己加速，再减速炼金，但最后还是被他摔到了。但摔到以后没问题，他毕竟一个人在前面，后面的人都准备退了本来。结果打了一个时间差啊，炼金想上，但其他队友正在犹豫的时候，我们直接把炼金打掉了半血。然后等对手要上的时候，我们往后一退，拉一下距离，然后等他们两个等那些 NOC 跟炼金都冲上无脑冲的时候，一个。消耗完，把他秒掉，大招把他秒掉。那这边的话是，这一波团是打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阵容的确是有点累了、啊，像胜这种要在边路带线啊，维恩这种又很人，赵信这种真进去就直接死了。他们跑什么呢？对面这个想多了。这个想多了，就直接下去了。好，这边一个大招大到三个人，但是我这边有点危险，这炼金对着我打，疯狂模式开起来了。我这边给 W， 给他们还是被丢了，但是我不敢过去了，要被毒死的。啊，这边维恩，丢一下 W 一下，哎，我这边被E倒了，那我走了。就想到这个，当时觉得好像是狐狸的 E， 应该还在 CD 啊，没有第一时间反应到他的 E， 直接被他 E 到，那直接把我带走。我当时没有回家，我接近三千块的钱我都没有消费啊。那这那一波是没办法，节奏太快了，对手直接来拿大龙，我回不去。那还好对手那个男枪还是拼死了，如果男枪没死的话，我们这个高地就危险了。还好我们有二塔，我自己都没注意。好，这边的话啊，我现在是八杠二，那说人头上还是蛮有优势的，助攻上也 OK 啊，22，助攻也都14啊。好，这一波后面就不一样了，后面我有冰杖了，那炼金就会被我无限的限制啊。打炼金这种装备是基本装了，大杯子、冰杖、帽子啊，有输出再加减速啊，这个炼金会被我分着放得很惨，
就算他开着大招加速过来，有可能也会被我一个 W， 或者跟我的技能无限减速。好，这边是指挥队友把这个刚之前退掉的那个一塔啊，那个高地塔，中路的高地塔的那个基地给推了。这个要等队友全部集合，这个大家看到别急啊，等队友集合以后再打，这个千万不能急啊，你浪一下有可能被人家一下突脸就死了，特别有 NOC 这种一定要注意。啊，这边有个蓝，我是准备先把蓝拿了，提醒队友先别打，先把蓝拿掉再说。这队友想打，知道我们退了，他们想打，想压出来。好，这边来拿掉。这边队友想打，好，这边E的不错 ，QW 一下。啊，对面男爵拿了。之前那一波是男爵被他们拿掉了。好，这边的话，炼金这个大招时间也差不多快了，就不停的消耗大招，大住后面的人。当炼金一个人在前面浪吧。我把后面的人打住啊，限制后面的输出，你一个人在前面没用。把这边 NOC 直接 QW 带走，我这边在 QW。好的，这一波的话是这边带着大龙 buff 直接被我们那个打了波小团灭。这没办法，这个炼金冲上来没关系，你冲让我们就打你前排，就盯着你打。然后我一个 Q 丢在后面，后面的人如果想跟上，我这个大招把后面的人给吓走。那的话，这样就非常好打。毕竟我装备比较好，我480的 AP， 有冰杖啊，什么都有。好，这一波的话，中路推了以后，下路还能拿一个塔，因为现在复活时间比较久。啊，队友非常凶残啊，他直接就是不管了，顶着塔打。非常的猛。这边的话，对手都活，啊，队友都活，啊，不是队友都活，我脑残了。啊，这一波的话，我一个大招大出四个人，虽然说输出上并不是看到非常好，但是这个是我对手一个气势上的压制。啊，这边 Q 把雪人先收掉，啊，雪人当着我的面空远跳大招，这是不能忍的。那这边的话，继续追啊，哎，这个被一个残血的炼金给跑了，那这边继续追啊。这边的话，我是准备看谁顶塔，给谁顶塔就把E套给谁。好，那他塔，那就 QW 啊。这边的话，啊，这边还有一个闪现啊，那这个走远了，要被烫死了。哎，这边 QWA 一下啊，这个狐狸还想上来打，那我就盯着你，看你上不上来。你上来我就直接那个把你给秒了。再 Q 一下啊，这个直接被狙了。OK， 这没问题。现在，那打到这份上，队友已经是那个乱来啊，对手已经是乱来了。你上上我上上，你死完我上，你上完我死，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来这边走一下，对面 OC 活了。这边有个红。好，这波打完就非常顺。啊，大家看到我11个人头20个助攻啊，助攻我估计都是全场最高的吗？一共有31个人头跟我有关，那只有8个人头跟我无关。好，这边的话，对面中路破，下路破，下路整个剩个基地，那么这波指挥是，这波也先不急啊，我都还没走过去。看情形，哎，这边这个维恩直接往红 buff 那走，碰到男枪把男枪给收了，这男枪还够郁闷的，谋杀，直接就被人家收掉了。好，那么就，那这个非常顺了，已经超越了人家一倍的人头，40比20。基本上都是我跟 AD 在拿，我保 AD 啊，基本上都在保 AD。我这种套球再加加速这种组合技能，非常，反正就是保人非常猛，特别是保维恩这种英雄特别猛。我听到了。这边炼金。
啊，你这 Q 一下啊，你这个拉住他，拉住他再，那我还能再 Q 一下，再跟个 W。啊，没了，就不用来了。哎。好，就把这个蓝拿了。这个链接你想多了。这边给那个赵云套个盾，然后直接开大招，大招三个人，对面全部跑光。给队友加 W， 啊，给加 W 加速啊！我这边先把炼金干掉，炼金你往哪里走啊？直接死了。直接给前线的队友加盾啊，继续追。这边一个 E 炒粉死两个人吧，哦不对，辅助哪个人头？继续给队友套 W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 一定要套的好，你这个盾套完以后要记得给对手开加速啊，对手投降了，那这一盘就结束了。好，这一盘录的是皎月啊，皎月之前也说有些人喜欢，但是我评估一下几个英雄，发现能靠 carry 全场的就是这几个英雄啊，觉得皎月也可以，但是后来打一下发觉皎月比较吃队友啊，如果说队友不好的话，你真的是这个第一时间突进去，你毕竟是属于那个近战冲锋型啊，很容易被对手放风筝。然后队友又配合不好，那你就皎月非常难打。其实我皎月也不太适合前期玩中单啊，这种中期就是说这种中等阶段玩中单啊，也许你到了以后钻石以后皎月的用处会更大一点，或者说皎月拿去打上单。我现在真发觉皎月上单比中单要更加灵活一点，带传送也好，带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上路会更加灵活。欢迎来到英雄联盟。也不怕什么那个皎月也不是太怕。太被什么英雄给克啊，特别上单的话就更加放心了。我只说真话。那这只是说说啊，这个皎月呢其实最近我也一直来练啊，练完以后我就做了一步，但是这一盘的话怎么说呢，他们无法打破这一盘，就主要还是为什么要放这一盘，其实就是杀的不是很激烈啊，但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大家会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啊，这普及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说过的啊，就是说一定要打好自己的节奏，不要被队友乱了节奏，就这个是在一个心态和一个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打出优势的前提啊，是一个前置条件啊。首先你自己要知道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千万不要去就是配合别人，让别人来配合你，特别是就比如说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中单或者上单，特别是上单啊，明明打不过对手，明明知道再上去就要被秒，其实自己也清楚，再看到一个自己的打野过来了，然后就上了，直接上去跟人家对拼，有可能打野还没走到，你小地图看到以后，你直接就跟人家去拼了，然后死了，然后说打野怎么来这么慢，或者打野上了但还是死了，那么就说哎，打野你来干嘛，把我害死了，这种其实你不能怪别人啊，你只能怪你自己啊，你这种明明知道自己这样上去也是换命，就算打野来帮你，你本来杀不打不过他，现在搞了个换命什么的，那其实你自己也亏啊，你真没必要。不过这种怎么说呢，我发现就是说了再多也没有用，这很多都是你必须不断的去打，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去碰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打野过来了比如说你打个上单兰博什么的，这种有护盾的，你打野跑过来以后你上去跟人家硬刚，然后被人家反杀，然后打野还杀不掉他，这种情况你见多了你就知道了什么情况下这个英雄能不能打，像这种状态下这个英雄上去就算有个打野帮你，你是不是打得过，你自己要以后就会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样的话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打，所以我唯一给大家的推荐就是你就多打，但你多打你必须记住啊，这种情况你怎么死的，怎么被队友带死的，你不要老是说哎呦队友太坑了，叫他不要怎么样他偏要怎么样，或者说老是跑到我这来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说跑到我这来送了双 buff， 那这种的话你是其实你可以避免的，就是你可以叫他走，你叫他不要来嘛，对不对。好，这边的话打安妮啊，皎月打安妮是还是比较累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安妮，我开 W 啊，我知道这个安妮有个晕啊，这个安妮实际上攒个晕就是准备丢我的，那我给你丢，皎月这个 W 还是很给力的，这边 Q 小兵顺便把人一起 Q 进去，大家知道那个皎月这个 Q 一定要放好，那个刚刚那个 W 皎月的 W 很给力啊，它有两层护盾，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他先开了 W， 有一层护盾，然后你直接瞬间走到对面的小兵那里，让小兵把你的盾全部撞掉，你又能生成一层护盾。然后这样的话，我是把安妮那个 QW 带晕眩的那套 QW 消耗技能全部抵消掉了，所以说安妮很郁闷啊。角叶就是这样，但是还是要当心啊。第一线的那个对手打野迟迟没有出现，如果前期角叶在记得在六级前尽量不要被抓，角叶就跟卡萨丁一种样子，如果前期被抓的话，后面等级跟不上是比较累的。好，这边假装慢一下，这边的话就要叫闪现了。嗯，果然，那假装往上面冒一下，让你多 Q 一下，多回头 Q 我一下，那就你就多晚一点回家啊，这个就被我们的符打野直接截了。我是月亮的选择。现在打你比较吃力啊，这剑蛮吃力的。好，这个我们对面拿了一个，他们对面拿了个医血啊，拿了我们上单的医血。好，这边收完这波兵回家，还没到刚到五级。假如这种英雄大家一定要知道，前期一定要注意自己不要被单杀。像卡塞丁一样，没有玩到六，其实对自己非常伤啊。这边假如一般装备我说一下，就是两个多兰剑。然后是法神鞋，然后是深渊，中亚后面你可以考虑帽子，或者考虑那把加速的那把剑叫什么来着？就是那把黄色的，天使经常用的那把加速的那把剑，可以考虑那个装备，那个装备输出非常高，给角月用的话非常猛，因为角月那个被动大家知道，第三下会出一个AP 加成的那个普攻。那这个的话 AP 加成到后期非常高啊，就等于是丢了一个技能啊。这边再跟他们打的话，我过去支援了。那这边的话上路应该，对手的上路应该支援的比我们早啊。这边我只能追着安妮打，这安妮要给他做跳板了，你看到啊？这个啊，这边我是被安妮晕到了，晕到的话我已经追不上他了，我追不上他我就敢打安妮啊，追着安妮跑，尽量限制他，让他的技能丢给我。那这安妮也很配合啊，就有技能就往我这丢。好啊，这边胜来了，这边呢我往后退啊。这边的话，他是终于是我，因为我知道这个掘墓肯定是追死你瞎的，瞎子 W 开过的。那这边啊，这边可以看到小地图啊，这个胜直接闪现叫了个 E 啊，把我们掘墓带走了。那其实也没亏啊，这掘墓还换了一个胜的闪现。好，这个剩下路支来中路支援的那段间隙，我已经在上面发育。好，这边我没 Q 到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月的大招，就是说你要 Q 到人，有了月光效果以后，你的大招再大过去就会没有 CD。可以看到这边我进行一轮消耗。啊，但是兵线已经没了。好，又 Q 到了。但对手是有大招的，这个安妮是有大招的，他现在还不算很怕你，因为你 Q 到大过二过去以后，他直接会用大招反打你一波，然后就跑。我这边吃几个兵的金啊，回家。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掘墓要去偷蓝啊，偷蓝被抓了。这边再出个多兰剑，带个眼出门。啊，这边对手我们要强拿对面的蓝啊，这个非常不理智啊。对面虽然说男枪已经死了，但再怎么样也是3v3。刚刚我是不得不回家，我就100多蓝，上去也只是当炮灰啊。这边的话是死了两个，其实这个没办法。我只说真话。好，那每当这样被抓死以后，你的队友肯定会说一句啊，就是说哎，中路完全不支援啊，或者说中路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没办法，就算刚刚我过去了，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是一边倒，机器人大住以后Q 住人以后就一套200秒了，队友都在跑啊，我当时过去也没用，我就100多蓝，我 Q 到一下大一下没了，没有蓝了，而且那个时候半血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自己不要被队友带啊，
队友会说，哎，你怎么你这样啊，队友开始说他还抢我的篮啊，他没有帮他去抓对面的篮啊，他还来抢我的，这有点那个，那没办法，这个路人局就是这样。但是庆幸的是我没有被他带崩带坏节奏，如果刚刚那次去的话未必能出人头，有可能连自己也栽了。会有人听到我的，这个直接是抢掉了蓝啊，这没办法，对面跟我赌气啊，说我中路没来支援啊，还有他们这个蓝抢蓝被人家抓了，这个你当着人家眼皮底下去抢蓝，这个怎么说呢，没办法，你沟通啊，那没关系啊，这个蓝就给他了。他们无法打破我的计划，这对面又去抢对面的红了，这个家伙很喜欢抢人家野。啊，这个安妮现在很凶啊，攒了个晕啊。好，这波兵收完去打一下钱。这波现在打野一直没有出现，关键是对手的打野一直不见 ，miss 中。这种感觉好像是在蹲我啊，我也不敢随便贸然的冲，因为安妮这个晕好像就是一直想留着的。然后结果看到打野不来了，大家可以看到上路都打成这样了，打野刚去啊，就说明刚刚那个打野有可能一直在蹲我。啊，这安妮都到了，看大家看安妮跟打野是同时上去的，那说明这个打野刚刚一直在蹲我，我刚刚没有冲啊，因为这个总感觉啊，这个gank的意识上总感觉对面打野在蹲你，这说明还是有道理的，这个感觉还是蛮准的。你看对手举多，那个安妮那个晕迟迟不丢啊。然后那个走位又这么靠前，就跑过来想丢你技能，又跑回去，就告诉你好像卖给你破绽让你去 Q 他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沉住气啊。这是三杠七啊，这盘又悲剧了啊，那波蓝太伤了，那波偷蓝他们把自己偷崩了，那这一盘的话又差了对面一倍的人头。这边的话是推下线，趁安妮去支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你是支援到了人头，但是我中路压了你两波兵。其实说，你说谁和算吧，这个说不清。好，这一波可以回家了。这波法传鞋，这个先出个魔抗斗篷啊，因为毕竟还是要需要。毕竟对手是安妮啊，这一般来说碰到爆发型的话还是先出魔抗斗篷，不要先出那个魔法棒，先出魔抗，因为角翼的输出本身就很高，而且他也需要前期肉一点，后面主要第一件装备是深渊，因为对手是一个 AP 中单， AP 中单的话还是要总归是先深渊啊。这边机器人不都来了，机器人都在中路开 party 啊，这盲僧直接下来了，要抓我们下路。他没有，但这下来好像像给红 buff 插了个眼似的。哎，这边他勾了我，我直接开了 W 啊，出了护盾，出了护盾以后闪现走套了个 E 啊，这边我没有死啊，这边因为我不停的我磕了个血，这队友技能全交了，盲僧叫了个蛋，安妮叫了个蛋。机器人叫了个大，结果我没死，这可见这个角翼多么的肉啊！所以说刚刚这个护盾出的也啊，这个魔幻斗篷出的也有道理。刚刚如果我直接出了一个魔法棒的话，我就直接跪了。魔抗太低了，这个盲僧叫了闪现，叫了大招，安妮也叫了大招，这一波我还没死啊，赚了。这波就跟杀了人无异啊，对手技能全交。这波可以威胁一下对路的对面的，哎，这边弹一下，把它捡回来，然后就跑。哎，这个追一下，
他就追不到了，直接反追他，飞一下啊，没死，是被 EZ 抢人头。啊，这边刚刚是不等啊，如果说再不要那个太定时，而这边开 W， 开 W 套护盾，捏着你把我的盾打破，哎，他们不打了，不打就算了，然后我 E 一下我就跑。大家打皎月一定要不要太定时啊，不要 Q， 一定要 Q 完才啊。有时候像那种情况，你直接二过去以后，也就十几秒的 CD 啊。你先把安妮带走，后面再等一个，再等二的 CD 啊。不要一定要等到 Q 战啊，这个魔法低，你魔法跟不上。这边也是，啊，甚至直接传大了，不知道传哪去了。在后面。他们以为对手要越塔，直接传到后面，结果我们队友还是比较冷静啊。我是月亮的血，基本上没拿到什么人头，但是毕竟也没有出几个人头。对手打得都比较稳。那这样的话越到后面是越有优势的，因为只要皎月也算一个后期啊。那像这种安妮的话到后期会比较难打的，很容易被皎月秒。就像玩冰鸟一样，千万不要急啊。这种虽然说人头有劣势或者说局势上有劣势，但是并不代表就那个，因为你毕竟英雄上更偏重于后期一点。这边追一下机器人啊，这个 E 卡了，我这个是点不出来啊，继续追啊，这边走一下看机器人还回不回头啊，这个机器人狗勾歪了，哎，这个二到了，二到以后直接一个二直接走啊，直接开盾直接走啊，对手的小兵啊，继续跑啊，这边安妮闪现打我 E 一下减速对手，然后再跑，哎，这个被我跑掉了，这个可见皎月是多么的肉。这边继续追，啊，这被那个，啊，这被鳄鱼直接绕过来又杀了，啊，这一波对手是超想杀我，这安妮直接大招打我，可是安妮这个装备实在是太可怜了，一个面具，这我直接回家，声音还是出不起，这个男枪直接被越塔越死了，这对手比较惨啊。就是杀了机器人以后还被我逃掉了，皎月这个大招非常给力啊！像这种情况就是要 Q 到以后才能啊，如果你就为了跟他换人头是不合算的，你如果直接二进去其实也能杀掉这个机器人，但是非常不合算，你杀了机器人自己死了，这就很不合算。刚刚是因为我 Q 到那个机器人我才敢二进去的，不然我直接就二小兵去了，像刚刚直接搞死机器人以后然后再去二对手小兵逃跑，这个跟赵信到底是一样的啊。什么时候该冲对手的小兵啊，用来逃生。别再否定我了。好，这一波的话就打完了。回去差不多也能出声音了，声音我记得是980，合成价格980，要等几秒钟。黄昏即将来临。这有些装备的合成价格大家记记熟啊，时光740的帽子840。声音980，然后无敌是500，小剑是1100多，1180还是1100几，1140，然后是出1600的大魔棒，然后再出500的五中亚，像这种大家应该都背得出啊。如果你觉得你背不出，那你可以适当的去背一下，有时候你回家之前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钱够不够。好，这边直接大招了，因为形势所迫啊，这边对手都已经到了，我直接大招先留人啊，后面我就只能 A 人了。大家看到这边我追着打，哎，我这边躲掉的是呢 E， 啊，这边我这 QQ 歪了，但是没关系，我这边躲着，知道安妮在这边啊，让队友去以多打赏，我这边拖着这个满状态的圣，那圣你来打我吧，反正我也是烂命一条啊。哎，这边我 Q 一下，哎，这个像彩虹一样的飞走了，被点燃了，被点燃我也打不了，我也护盾。啊，这个闪现亏大了，本来是闪现过来直接对着安妮一个 Q 直接带走，我还能跑，结果没有 Q 到这个安妮啊，尴尬干那个尬，不过问题不大啊，刚刚是拖了很多圣的节奏，圣大过来以后就一直盯着我打，为了保安你啊，
那其实是我是很赚的，对手本来你们对手本来本来就少一个人，然后那个安妮又是空血被我在追，诗人又在追我，那我一个人就牵制了两个人，那对面只有两个人，我们四个人，我们对其他的四个队友在打对面的两个人，那总归怎么样都是能打出优势来的，所以我只要安安心心的牵制住后面就行了。毕竟我刚大招是在 CD 中，后来才好的。不过假如这个英雄怎么说呢，玩了几盘我玩了也有输的，就感觉就是有点吃队友，因为说毕竟是要突脸的，突脸以后如果队友跟不上，或者说队友没给你一点保护的话，或者前期崩了，就比如说队友崩了，前期如果队友崩了的话，你毕竟是需要一些队友去做一个肉的，那你能有机会就 Q 到人进去输出，那样的话就比较累，不像发条这个技能不需要你队友多肉，因为我的距离本来就很远，我没事做打团的时候，我就在你前面 QW 你消耗你，根本不需要你叫你帮我挡伤害，那这样的话发条就比较适合就靠一个人来开人，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说你的技能的距离实在是有待那个，这边 Q 一下啊，没有，他已经死了，你这边已经推到高地了，趁对手的一个走位失误，那对手没有集结，被我们直接抓了一波团。好，这是大招，嗯，接着打，开 W 顶塔，然后找他的走位啊 ，Q 一下，开走。这 Q 尽量能放最远距离，有些人就是说，你看那个皎月，就是说他 Q 的时候，就是比如你人，你对手离他很近，就在他旁边，他就对着他旁边最近的距离 Q 了一下，对手往后面一拉，这个 QQ 歪了。这边没蓝了，好，这个中塔破，中塔破了的话后面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毕竟安妮这个英雄前期也被压得蛮惨的，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空血半残疾的皎月碰到一个满红的安妮，一套技能只打了我这边，哎，这个 Q 急了，知道安妮要往回跑的，就稍微再等一秒钟再 Q 的话，那样你就直接被我 Q 死了。啊，这一波队友还是坚持要挡下来了。那样的话，其实啊，这一盘的话人头没有拿到什么，就是做了很多次的肉啊。牵制对手啊，就不停的在牵制对手。这角色的玩法我还是不是太熟练啊，下次的话希望能就是，下一期之前啊，多打，一定还得多练，就练到非常熟练的时候再来录啊，这样会好一点。像这一盘的话，前期的话，毕竟打安妮比较虚对手的打野，所以说没有打得太奔放，单杀的画面比较少。那大家也希望大家给点时间，这个方面毕竟说不是我最擅长的英雄啊，需要一点时间来熟悉。而且这个英雄我真的是发觉开着队友比较难，就冲进去没有队友跟，或者说输出辅助就无视啊，给技能实际不太好，发家就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啊。就站在你五个人面前就 QW 你，你是杀我呢还是杀我呢，我都不怕，我距离这么远，对不对？你如果一个人过来，我一个 Q 丢到你后面四个人都要被我打住，所以说这个没办法，英雄的特性就这样，他这个英雄比较还是要吃一些队友，但是他的爆发的确很高，Q 到人以后一套这个人只能跑，大家看到这机器人一套直接就死了，这边的话就噎死了。哎，这个圣威的躲位的 Q 这样的一个走位啊，就宁愿人头也不给我拿，这个略尴尬。这边先 Q 一下，看他不能绕啊，他不绕，我直接大招留住你啊，你只能回头跟我们打。
这边的话，这盲僧大家可以看到，不要这样子追，这盲僧肯定是准备那个往上路跑。晕住以后，果然啊，他开始往这边跑。我开 W 抑住他，抑住他 A， 再 Q 一下，再大招，再跟着打。哎，这鳄鱼虚了，这鳄鱼没必要虚啊。我这边按死一个，但是我技能在 CD 的。啊，这个闪现走，闪走那没什么机会。哎，这个被勾了，这直接被勾过去了。那还好，掘墓比较肉。啊，估计这啊这掘墓，哇、哦，这掘墓好猛。哎，这安妮直接在后面浪我，那我直接开了个盾跟你打。哎，这个 Q， 哎，这个安妮是从左边准备绕我，他以为我要往左边跑，那我看到你这样闪现，我还会往那走吗？那真的奇了怪了。回头再收两兵。刚那个 Q 又没 Q 到，他那个我那个 Q 的话，直接 Q， 他直接退的拉的比较远，直接退的比较远，啊，这个比较尴尬，不然这安妮有可能我拼得过。哇，这个直接 QW 以后，这 EC 直接残废了。好，那这边的话问题不大、啊、就对着打就行了。好，哎，这边盲僧这个想多了啊，别大招收了。这样的话这盘也就这样结束了，没死过，但是怎么说呢，打得不是很凶，毕竟这个英雄理解上还是有点问题啊。不过对面这个阵容也没办法，对面这种安妮这种爆发前期就他前期要吃人头，但是就吃不到啊，这打野是非常一直在蹲啊，所以对面投降啊。那这一期就到这了，下一期希望能做得更加精彩一点啊，谢谢大家支持。